你辞职吧，我们一起创业。你疯了吧你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支持我，我就不结婚。总以为日子还很长，感情似水流淌，细水流淌。 我刚好最近比较空嘛，我想趁这个时间，把我们俩婚礼给办了。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有什么事比结婚更重要吗？我想搭建一个电池租赁的共享平台，我要做移动新能源服务。 我在这一行打拼了7、8年，对电池业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但是你一点都不懂网络。我可以学习啊，我可以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。那你盈利的模式你考虑清楚了吗？盈利主要靠用户的租金跟押金，在其他城市还可以收取加盟费，而且只要平台搭建起来，我就能拿到投资。 那几个共享充电宝，天使轮就拿了几千万。那成本呢？我算了一下，初始阶段大概需要400万，其中包括平台的搭建费用、建100个实体服务网点以及购买电池的费用。我还联系了几个电池厂商，他们都愿意给我最优惠的价格。那宣传推广的费用呢？也包含在内。不够吧？只要平台运行起来，我就能拿到投资。 只要拿到投资，后续费用不是问题。思雨，我现在整个听下来，我觉得这件事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太简单了？不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，但我一定要做，并且马上要做。我觉得这件事。 你还是得三思。三思之后，很可能就被别人抢先了，我们就什么都没了。现在这个市场它不缺少机会，但是现在我希望你应该还是停下来。我不能停，我要收复失地。我觉得还是先把婚给结了吧。 结婚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创业需要资金，你把房卖了吧。什么？而且，我需要一个 COO，一鸣，你辞职吧。 我们一起创业。你疯了吧你！这什么意思啊？思雨，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冷静一下呀？云明，我需要你的支持。思雨，我现在不能支持你。 你不支持我，我就不结婚。总以为日子还很长，感情似水流淌，细水流淌。总以为我们还有时光，不惧笑与无常。 方长，我们曾多想去流浪，熬过黑夜漫长，从不彷徨。我们像他们从此远走他乡。 和他们一样。哎，你现在在公司吗？
我想再跟你聊一下那个系统架构的问题。好啊，那我过去啊。爱的不留一滴。城市太过魔幻，伸手可及。是，但我只付了定金，主题、服装什么的等你来定。我下午可以请假。小韩，我是李思雨。之前想在你们园区开办公司那事儿，后来暂停了。现在我打算重启。没问题，李总，你能不能现在就过来申请？现在？今天是我们园区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，如果过了今天再申请啊，之前的房租优惠什么的就享受不到了。那我现在过来。哎，思雨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快到了啊。一鸣，对不起啊，我这边突然有点事儿，不然咱今天取消吧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要赶去园区提交开办公司的申请。你还没放弃你的创业计划呢。情况有点变化，我想……你现在马上过来。我们先把婚纱照给定了。一鸣，咱能不能今天缓一缓？不能。我这边真的走不开。思雨，
我现在已经到了婚纱店的门口，我等你。李总，这是我们的项目介绍，你看一下。现在每年减免5%的税收。这个是我们的。你好，这是您要的资料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哦，李总，这是我们的优惠政策，招商目的的定位、区域优势、产品扶植。男朋友约了下午来试。哦，他好像刚刚走。哎，啊，哦，谢谢啊，没关系。喂，陈先生，李小姐电话一直占线，我只能给您打电话了。怎么了？你们这套房子啊，我看了一下，现在呢能卖上520万，但是交易税有点吃亏。谁跟你说我们要卖房子了？啊，李小姐跟我说的呀，她让我帮她算算账啊。你现在在哪儿？项目架构和系统架构都已经成型了，我现在需要的是……我等会儿再打给你啊。你要把房子给卖了？是。李思雨，你是不是真的疯了你？我没疯。
这是我请专家做的论证。专家的结论是，这个项目完美解决电瓶车主的痛点，而任何一种商业模式的成功，一定是市场痛点的高效解决。我现在能不能不听你说这些？为什么不听？这是行业大 V 的评价，他们都说这个项目是新能源和互联网的联袂创新，是领跑百姓出行的又一场革命。够了，是够了。潘总决定给我投资300万，加上卖房的100多万，启动资金就全部解决了。潘总，李子月，我看你已经完全被他洗脑了吧？300万，这不叫洗脑，这叫认可。你放手吧，行不行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已经拿到300万，我有什么理由放手？因为你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失去了判断。陈一鸣，俗人都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创业机会，你说我失去判断，大家都说这是个好时机，你说我失去理智。好的项目多了去了，你还得看看适不适合。是，是需要时机，但你也得看你具不具备条件。条件可以创造，但时机不等人。那你也不能胡来啊。那你觉得什么不是胡来？比如说结婚吗？陈一鸣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已经30多了，还一事无成。而且你知道，我刚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，我不可能放弃。那就按你说的，那你还想不想跟我结婚？你怎么就不明白我呢？我要逆袭，我要赢回来，我要争这口气。我现在就问你，你还想不想跟我结婚？我宁愿不结婚，我要继续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只能分手了。四月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我同意。情似水流淌，细水流长，总以为我们还有时光，不拘小我一场，来日方长。走着，竟丢了你，回忆让我无处逃避。走着，竟丢了你，回忆让我无处逃避。